好烂哦！真的耶，还好啦，职业选手又不打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上次有人帮我，上次打完第一场，你知道我上次打完第一场，然后有人帮我在 PET po 那个发钱文，你知道吗？发钱文，然后呢？然后有人在下面就回说，我只记得他很会玩毒霸大逃亡。超高飞的。